你有看过这位年轻人吗？有啊，那时候凯哥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嘛。哎、欸，凯哥是不是？嗯，对我现就算最后一次比赛也没有这么壮、啊。真的吗？他怎么从小就这么壮啊？这个人，豪哥啦，还可以啦。哦，夸张！哎呀，夸张好夸张！这么巧，这边捡到这个照片的啊，真的是哇。因为我们今天在三百壮士，对，好，今天是三百壮士一日教练师系列之凯教练黑私教系列，对，耶，三百大黑私教。好了，今天练什么？今天练你最强的胸。哎呦，是哦，最引以为傲的。很多朋友其实在我的留言敲碗说要看到扎克，真的假的？你问他有没有？哎，我请来这个样子啦。哎，你真的是你要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简介哦。很多朋友在我的留言说要敲碗看到扎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然你问他。哦，有腰腰是这样子，小编有病，真的是。今天我要跟一下你的胸，胸跟肩 ，OK， 好不好？两个部位。好，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真的假的？然后一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尽量中间不要插嘴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做错，请你指导我。他怎么可能？你穿教练服啊？哦，对对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穿的是我正常的服，你是教练服。OK OK， 金球教练扎克来为你服务，开练。耶、yeah ！好啦，从平胸开始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们发现他是配一对的，他这个哎，来来，我弄给你看，你可以踢啊。好嘞。扣住哎、欸，他扣住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没有？哇，扣住哎、欸，撩掉哎、欸！这一台现在买不到，这个应该是绝版品吧？对 ，Hammer Strength 大概25年前的产品。这个我还没出生呢。OK， 来哦。哦，现在就是我第一个都推的比较重一点，前面一两个都推比较重了，大概4下到6下。你推这么大的重量，嗯，4到6下，对对对，可是我没有推到超级，重量没有到很重，就相对我的4下到6下。我们不热身吗，教练？对啊，现在很热。OK 哈、啊、哈，我很怕我肩膀会受伤，自己热。OK 好。加工 Lucy 心胸做运动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一个领导？结束了这边吧，练完了，练完了，练完了，这边。我就是大概是一次大概加一片大片的嘛，25，然后25。然后接下来可能我大概应该推个130下左右。我今天不在技巧上讲话，但是我做不了那么重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做这么重。哎、欸，他热完第一个空杠直接跳70公斤，哎，有没有搞丑啊嘞？叫热身的概念。凯哥都偷偷谦虚，明明做起来也很轻松。15，可以了。15个，哎，这样子120了耶。120，所以达哥哥平常真的都是这样训练的，差不多。那我推的不会很多下、啊，120是我的受伤前的极限，我最多曾经推过132下，但那是3-4年以前的事情。那我们量力而为啦，好不好？量力而为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这还是热身吗？待会还有一组，哎，待会就正式了，这还不是正式？不是。凯哥，你的正式组是80。对啊，他怪怪的，到底呢？再加一个，再加一片，好。但我不知道今天状况好不好。他都不讲话。可以啦，有些事情不能逞强的，好不好？有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可以就是可以。你知道你做得到，能够完成叫自信；你知道你做不到，然后还要去尝试，叫自大。OK， 我试试看3个好不好？这已经是我 max 了。OK， 来，1、2。凯哥效果做满，根本没补。我刚刚是加压，
什么瞎呀？我眼睛都快爆了。我之前跟凯哥做都会觉得很累，因为我的胸比较久一点。你这种练法真的接近健力耶，我觉得比较接近健力士。对，我们比较健力。没事，我今天就照你的方法，我就试一个不一样的。但是我等一下，我还是想推到五下，所以我回到110，好不好？因为120我真的推不到五下，左肩开始不舒服了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训练组的。训练组，我都是尽量不补的四下。OK。OK，好。然后你也不往力竭去。不会，我保留一点。但这样你肌肉还是会持续成长。你不是这样才成长。我自己觉得我这样成长的效果比较好。来，同学们，所以我就讲了，不是每一个人用什么样绝对的方法都一定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。我以前我试过像这样子，我试过我不长。我为什么变成我今天的练法？因为我这样会长。对啊，像我之前跟医生练，他也是，你之前那个练法就是比较累，是重复次数高。对，然后一直保持在压力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其实这样子，我说真的，感觉还蛮轻松的。我不会有喘的感觉，我训练都不会有喘的感觉。不喘啊？不会喘。那这样心肺没练到？对啊，我心肺很烂。我心肺烂到推点别人家重，然后我没讲屁话，你看。哦，来可以，再一个，加油。Okay. 但是这样我都觉得好像离真的力竭还差一下，试试看。我今天就是要来试他的方法。还有吗你？还有啊。要多少？我四组啊，一样130而已。好。你今天跟我这样子休息的时间有没有稍微短一点？稍微短一点。稍微短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不太习惯休这么久，对，我怕凯哥无聊。没事啊，Q七会唱歌给我们听。哦，真的吗？无聊的时候来。想听什么、啊？我讲了你就能唱，是不是？当然。美国国歌。大明。一、凯哥，你的每一次的训练时间大概都1分钟以上。尤其加上递减，有的时候两超级组在一起，绝对超过1分钟。然后到达绝对力竭以后，休息3到40秒，下一组又开始。真的很硬耶，那真的是，我觉得那肌肉疲劳感超级高。我的身体好像要这样才会诱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。也许我太久没换，所以我今天想换你的方式。原因在这里。明天就。敬请期待凯教练的肌肉的突破。明天是不是？对，一天就突破了。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，ETP 系统没力是15秒钟左右，对不对？你的四下大概也就是在这样子的能量上面。但是我个人是其实挺相信能量系统是可以被训练，对不对？拉的比较长一点。举个例来说，我们下一个系统 glycolysis 糖酵解，对不对？无氧系统，很多人说30到45秒，但你会发现你跑400公尺的。他们可以延长到1分钟，因为他们200公尺和400公尺比较久一点。对，所以如果把这个延长的话，是不是更能够代表肌肉里面储存的肝糖量更高？对啊，对不对？跑一次凯教练的课表直接爆掉，跑一次我的课表，然后就躲我半年不见我。一堆人跟我说我要 Zack， 其实喊了还蛮久，对不对？大概2-3个月。对，很红哦。想不到我居然还有一群默默支持我的粉丝。很红哦，你这个发型是2022年最新的。这个叫拉布拉多，这样的哦，两个拉布拉多在那边飞来飞去。哦，不是、啊，黄金猎犬，拉布拉多是短毛的，对，是长毛的。四个五，可以，不要，睡。放心，我只是在旁边。五下，好，记起来。我自己可以，你不要来，可以。没有你不在我的自己来，没有你不在我的自己来。这么远可以吗，凯哥？我靠，
哎、欸，那万一真的怎么样，能帮得到我？我可以帮你啊。我是100公尺3秒。推几下，好换上胸，然后大概也是大概6下吧，4到6下。对啊，也在做重。上胸我真不敢做这么重，我肩膀没问题。上胸我大概推到80、90，大概推110而已。哎，凯哥，你刚刚有热身吗？凯哥不用，我们已经做完第一个动作了。没有，我说上胸的热身了。已经推过胸了，哥星，刚刚有热身了。哥星，你跟我也半年了耶。刚刚有热身，我还是在这边走。OK。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。再来一次，来了，扎克。哎、欸，你看现在他是推4到6下的训练重量，他的脸还是有带伤的。有，你有拍到吗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有。OK， 其实我力气有。但我某一个角度下去，这边会不舒服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一次要做的时候都有一个 posing？ 你不知道人家世界冠军怎么当的吗？黄金猎犬。好可爱。不用喊，我知道，我看到。OK， 好，这么多年的教练，要不要补？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前面不是聊到 Pinky 吗？是。Pinky 跟他的那这种一辈子，你知道，一年四季都维持在比赛状态的人都有这个毛病。Pinky 也是他推哦，我帮他补一点。他就不要补，不要，不可以，你帮太多，帮太多。他这会说我帮太多。训练的权利，你加油。来了，关某。Too easy。哎，你好。来啊 ！I got this。要帮我，要剥夺我的训练权利。用眼睛补。哎呀，完猛！一表完猛。easy。下一组。有没有发现，我连去都懒得去，怕一过去还没到，可以，哦。左肩，不行，真不行。OK， 双杠撑体，我大概做大概8到10下了。对，然后
也是稳稳的做。好，好，来。哦、我刚刚还没做过这个重量，所以不确定。我怎么压下去？你看，太重了，下一遍。抱歉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重量永远是相对的，好不好？你有一亿美金很有钱吗？你遇到100亿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很有钱了。OK。我有尽量去把它做到鹅状面 ，OK， 而不是回到矢状面，因为矢状面三头会多，矢状面我们的肩等于只有做屈嘛，对啊，但鹅状面你有做内收啊，所以下胸会比较多一点。我带凯教练，凯教练还要教，顺便教要赚到了，互惠。一个不小心我又上课了，对。他真的压得动这个王八蛋，你真的是，这留在节目最后不是吗？然后最后就有 Zack 的六块腹肌 ，OK， 然后跟凯杰伦的一大块甜甜圈，我们练成一块才叫屌。对啊。你记得我今天比赛多重吗？大概79-80。对，你知道我今天聊多重吗？88。不多不少，真的88。你很会看的，人体体重计，看你超会看的。那我多重？你大概66，准不准？我65，我靠！没有 C 过。那我下面不是凯哥下面。下一组来，下一组。两公分。我是问凯哥哦。凯哥嘛，大概两根拳头。没有。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甚至再重一点。哇，真的就10个，多一下都不给，我怕影响到我下一组啊，所以我都会做的比较刚刚好。对，除非我在加重，很多朋友就问我这个问题，如果我想要做到4组，每组我都做到一定的数字的话，那我前面要不要保留？你就是保留，所以你的下一组可以做到你要的数字。我大概会以第一组或最后一组的这个强度去判断说你到底要做多重，我大概第一组大概是两下，到最后一组大概零下了。我跟你说，重点来了，你花多久抓到这样的感觉？其实我觉得这每一次训练都还是有点落差，对嘛？但是你要有几年的经验，你才会知道该保留多少，什么时候力竭。有时候可能意志、意志都有影响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我回答朋友的问题了，他要花经验才能抓到这个感觉。第二个。你这样子还能成长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所以它必须建立在你能够成长之下。对啊。万一你这么做不长，那这个方式换方法，就不适合你。对啊。对，没错。我40岁不会的，那我也是用几百套的，48了。还有2个月才48，凯哥很会算这个。对，我很计较，生日还没到，甚至要分5了。对啊，我这两天在网上有一个小学同学给我发消息，说你记得家里面那附近的什么地方已经军营都被拆掉，还留了个遗迹的那个碑在那边。我说真的好怀念哦。然后没有想到我们都已经步入中年了。哇，他们两个字直接打中年，重击你的中年。棒棒，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中年的心态上，但是想一想。好像48是中年的，这时候田哥就跑出来，小凯，我52岁，我还可以继续练。我到最后真的会冲一点的，这一组12下，对不对？我有在数哦，你有算了，我有打哟。有凯哥的，身为一个好教练，第一下下去，我心中就在慢慢算，最后10个。3、8、9，真的上不去了。装个水，装个水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。胸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来吧。好，夹起来。你真的没有什么生长纹的。
对啊。他220可以做这么快。OK， 也是四组吗？啊，对，这样撑不下，我感觉。哪个人喜欢轻一点？花花的年纪轻一点好。我的天哪，轻一点有感觉对不对？已经没感觉了，已经没感觉了吗？只有这一段了，哦，没有这一段了。Okay. 对，人家说全部进去跟进去三分之一价钱都一样，应该要多一点就好，多一点。哇，220做的好轻松哦。OK， 好，那你220做的也太轻松了。你操作还是像的感觉？要快一点，对，但是还是有张力。然后你的肘关节弯的相对多一点点，嗯，对。但是我自己以前操作会操作到这么多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我的活动范围，我的胸会吃到更饱。但一到这边之后，向心就进不来了，那没办法，真的，对，所以没有什么对什么错，他那样子做感受度好 ，OK， 好。我这样子做，有的时候觉得感受都不好，我宁愿让他走远一点点，做自己的选择，好不好？做自己的主人，是不要受伤，不会痛，就是好的训练了。关之琳跟林志玲都很美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谁比较美？哪有哪一个林很美？不一定。啊、自己的老婆要自己爱。哦，喜欢你，哦，我是一只鱼。美丽喽。哦，你那个横纹拉得真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美丽，我刚加重，我以为可以。240，我刚加重了，160，我做九下一样。哦，160，但是你刚刚的美丽的表情没有像前面那么美丽，完全看不出来美丽呢。对啊，没有，就你提醒他，他前欧包了，以前都会脸部代偿，现在没有了。刚刚没有，我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下而已吧。不行啊，太假了啦！你要第八、第九才能这样。是，第三。行，不要，我要先有欧包。我是刘根红。好，好，再来刘德华，我是刘德，好，再来，还有一个，美丽啦，还有一个，沈玉玲，美丽啦，不行，美丽啦，我们剩一组吧，应该是，好，我跟你耶，今天你怎么问我，奇怪，教练有时候要看学生专不专心，是，试探性的问，第三组还第四组啊，应该是第三组结束，那对了嘛，这学生有在上课，有认真。走啊！干没力，没力，没力。所以你要递血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们不敢做太多这种超负荷是干嘛？我们怕进步太快。嗯。直接呛了。妈的！我现在发现 Zack 才是真正的干话王。没有了，名副其实的干话王。现在才发现了。对啊。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很谦虚上进的年轻男孩。刚刚在车上你就没发现。过了30岁之后，突然间变干话王。还没三十。果然健美选手数学都不好。嗯。啊，好了，收结束。啊。教练。嗯。你明天玩的还可以吗？还不错。是。今天感觉如何？很胀。很胀嘛。对。但我觉得现在胸有点太大，肩不够大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待会去顺便强个肩。强肩一下，强肩一下，好不好？腹国肩。会不会很累？会不会很累？不会。不会累吗？太轻松了。不会，那就是够操。真的。待会再操一点。来。OK， 来。OK， 好好。给它煎下去。好，推荐你做。你都推哪里？旁边。所以 Zack 平常推荐是以机器为主。没有，其实是哑铃啊。但是我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。那 Zack 有觉得推哑铃好还是推机器啊？这个是在健身房最常被问的问题。千年考古月经题。这个也是千年考古月经回答。是。都好。妈的，跟没讲一样。都好。